哎呦，好高啊！你弄那么高干啥？玩玩。嘿，怎么回事？去理发吧，杨文。嗯，把头发理掉好不好？你头发太长了。这边留短，这边。嗯，可以。这边留长一点。后面给你剃个小光头，好不？不行，小光头好，那我怎么给同事看看呢？你戴帽子。戴帽子。嗯，戴帽子好不好？好。每天都戴帽子上学。哎呀，哎呀，厉害啊！哎呦，好了吧？再玩两分钟，好好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公主养的，这个公主，是公主吗？谢谢。还鸟创，还鸟创，来了没有？得好网吧，这爸爸行，好网。嗯，嗯嗯。嗯。那半夜的弄不巧就尿一泡，嗯，三天左右，一般是三天左右尿一泡，嗯，睡一多死不，弄不，嗯，拽不动，嗯，好了吧，玩够了吧，嗯。周岁是周岁，但是，虚岁的话得三十六岁了。他是属蛟龙的，属蛟龙的生月腊月的，嗯，这虚两岁，走吧。哎，不对的，去吃肠不？你吃肠不？嗯。不要。不吃。好，走吧，回家吧。那妈妈不让我吃啊。哦，好吧。咬死了！我好像肚子痛。肚子痛，你来收拾吧。嗯。回家了，姐，好吗？回家了，好好好好。可以可以。家的路上远还是不远？不远，我们走五分钟到了。五分钟。嗯，行，走吧。我来帮你带路。哎呦，刚扎米达。I'm not. No, I'm not. 那我是专门专家。你是专家？你是咩专家？没问专家是啥？你是什么专家？干什么的专家？我来是你帮带路的呀。带路专家？那地理学家。地理学家叫 geography。geography。不知道，忘了。
忘了，干嘛？肚皮拍坏了，回家喝王老鬼吧。不喝。哎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不吃糖，不喝王老鬼。那你今天是？因为我肚子疼，不能喝，不能吃。哦，好，走吧。你可能要需要拉臭臭了。嗯，差不多五分钟到了。那理发不？去理发不？弄个小光头。你会吹口哨了不？我只会这样。我还是不会，我长大了就能会。你现在高的时候就能会，你现在已经高已经大了，怎么还不会？可是你比较高，我也比较矮。你和爸爸比不行。你赶紧，那你给我两块点长子。那你得吃肉肉。得吃肉肉。嗯，吃菜菜。嗯，打麻将，你会打麻将吗？不会。我觉得有点会，但是。有点会，有点不会，到底会不会？有点不会。有点不会。我觉得有点不会。好吧，那就算不会吧。那我就算好会吧。蚊子太多了，那里咬死了。蚊子咬了你了没有？嗯，蚊子有没有咬你？有没有咬你？Five. 嗯。V 是啥 ？V 是V 的发音。V Z是 Z， V 是 V。V。V 是什么呀 ？V 就是。V 怎么写？就是一个这样写，嘚儿嘚儿。你会写不？small v big v 都一样的，那 big m 和 small m 长得一样是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 big v 和 small a 长得一样吗？也不一样。哎，那 big b 和 small b 长得一样吗？ big b 两个肚皮， small b 一个肚皮，你说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亚文几个肚皮？一个。像什么币一样。嗯，爸爸一个肚皮也是什么币，像一个Omega， 你知道吗？Omega。 我觉得像一个胖的什么币。胖的什么？哎，王同英，你听到了吗？猫头鹰，刚才我跑的时候我就听到了。嗯，停了，不叫了。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你喜欢猫头鹰吗？喜欢。你都没见过，还理发不？我先拉粑粑，然后再去理发。回家拉还是怎么弄？在外面回家拉。哎，好吧，回家拉吧。要不再去理发，这边留短，这边留长一点。不如在我们不如先理发，要不在外面拉臭臭怎么样？我觉得回家拉比较好。因为回家比较拉，你还得再爬一次楼梯上下。嗯，你怎么样？
我觉得。